很久了。考到大就是想自己考到了，真的。哇靠！大幼儿哎，他只能拖走。昨天不会有世界第一人，不会那么多强强强强。奖金多多有。对啊。他能够开放奖金，之后就是说可以开放工作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奖金是本次还不行，做客户。台湾人好啊。大陆后来搞成那个样子，他妈抢到旁边去了。中国现在，你现在认识还是有他？他不仅仅是乱，那到时候外婆死了，身份的话，到时候直接失踪了。但现在有人拍桌子，拍桌子，所以还最后还是不是你，你拍桌子，那至少之前老毛是苏州的，我们大面包好人，太。这关系怎么办？跟他关键是我住元璋这一套，把工程全部包办出去，我们会有点支持的，就是这方面，就是说把一个最高级的搞定。这种这种如果要当人家追这个，没有解释，洪水不追。邓小平到酒店，在哪一楼？人民币最近生命有限，而且我们拿不能问。没弄出来。然后江泽民搞。江泽民不会搞的。我也在搞啊，江泽民，开始嘛。